今年是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30周年，这30年是中国深化改革、扩大开放的30年，也是亚太经济合作不断扩展的30年。今年，我们共同制定了愿景落实计划，我们要推进落实2040年愿景。 构建开放、包容、创新、增长、互联互通、合作共赢的亚太命运共同体。